最近可能会有一个岗位晋升，然后对，然后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今年还挺幸福的，因为怀了宝宝了。我家在天津，然后我现在是在北京工作，是调到北京了，这个城际特别方便，就是半个小时，可以每天往返，以前有时候开车得两个小时吧。未来十年后，我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机器人儿，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可以帮我把早餐做好，他可以帮我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，然后洗衣服，然后收拾家务等等。因为现在感觉大家都在想，因为教师很稳定啊，然后希望之后就是咱们国家的教育也能多元化发展，就像现在不是把职业教育也发展起来了吗？然后就更多的人才就慢慢涌向各个行业，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越来的越高效吧。希望我们的比如说线上的医疗这种越来越健全和完善。希望我们中国芯片能够得到一流的发展。我觉得这个行业呢，是一个在国际上每个国家的一个必争之地吧。希望自己的家人、孩子、父母都健康幸福。我希望能像十年前的自己一样，能不断的去挑战，去对生活一直充满热情。我想在这个行业里头继续打拼吧，然后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勤奋的努力，能够换回对自己家庭、对社会、对整体的一个回馈吧。